今年是我第二年在外面过春节，我出来念书两年了。喂，喂妈。喂，宋生，你干嘛呢？我叫了一帮同学过来我们家里吃饭呢。啊，可多人了。吃哪好的呀？可不是嘛，吃可好了。钱够用吗？够，可多了呢，下个月都没花完呢。钱不够用，记得跟妈说。好。够用，够用。那妈也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先吃饭，妈一般。行啊。别担心，一切都好着呢。那你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。嗯，拜拜。这水平啊，二元，二元嘛，一个一个的。Hello。啊，嗨。嗨。嗯。就这一个吗？再等一下，我再拿个东西。啊。这个，还有这个也都结了吧？嗯，好的。喂，超哥。哎。叫大家来我家包个饺子吃个饭的，对，今儿正好除夕，咱聚聚。看到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，我都出国两年了，啥不会？哎，这是生存的本领，是吧？我要换一个新的。哎，饺子来喽！担心我，我在外面，一切都好，你们多保重。